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那现在呢，我在这个大铺这边啊，在逛街，逛着逛着逛累了，也特别饿。我看到了山城小面，在网上搜还不错啊，这个口碑很好。那我们去吃一个吧，走。就是这里，山城小面，好多好吃的啊。赠送饮品，而且穿校服的学生还会减2块。不错，看着破，咱进去吃吃美味。好，我现在进来了。那点个什么呢？一定得要点点肉啊，吃辣的，吃肉，这对我来说是最爽的一件事儿。到这儿来可一定得点这个老麻红油抄手，这个是不错的。还有麻辣手撕鸡。正赶上他特惠下午茶，便宜35。我刚才点了这个红油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刚才点了这个红油抄手啊，我点的是大辣。我其实以前呢，在这个节目里边，我也经常挑战这个辣椒啊。那这个，基本上我之前都没有被辣到。那现在这个呢，是重庆的啊。感觉心里有点打鼓，那我们一会儿来吃吃试试，看看那个重庆最大辣到底辣不辣。冻豆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现在这个麻辣手撕鸡到了，哇，看着真棒啊！来一个最辣的这边的啊，这边这个辣酱比较多。我吹什么气儿？本来就是凉的啊，估计吃完了我这口腔里边都该热了。不错，这个鸡肉特别嫩，吃的特别软。然后这个辣椒呢，我个人感觉是香的，它并不是特别的辣。有一股的那种麻香的味道啊，重庆的嘛。我再吃一块啊，哎，真的很好吃。这次这个加旁边一点葱，真棒，不辣。它这个麻辣里边啊，它其实放了一些的花生的颗粒啊，这个碎颗粒。吃的特别有嚼头，特别香啊！我觉得我这个麻辣的这个辣椒香味啊，跟这个花生的香味啊，好，谢谢，太棒了！好，现在这个抄手来了啊，这老红油真棒！我挑了一个最辣的，看这个滴的这个汤啊，尝尝这个大辣的红油抄手。我感觉吃上去啊，辣度也就中等吧，我加一点辣椒。看到这辣椒油啊，这个看看这个辣椒我放的多吧，哈哈，不是我要挑战啊，是真不辣，这上头全是辣椒啊，现在基本上哎呦要掉了。重庆的辣也基本上已经治不服我了啊！一口闷下去，
是不是我的味觉失灵了？不辣，说不辣，有一点点，但是没有说辣到什么程度啊，完全可以接受。我就连重庆的这个辣，我现在都没问题了。清清淡淡的点一口鲜豆浆，接着吃。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这个抄手是什么啊，我已经吃一半了，其实感觉就像大馄饨，还剩着一个大抄手，一口闷了。我的那个同事，他就是重庆人，他跟我讲，我一北京人吃辣吃的比他重庆人还猛。呵呵，这句话我是信了，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信不信，应该也信了吧。那我们这集就到这吧，我也吃爽了，一会儿接着去玩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就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，各位拜拜。它这个重庆小吃里多少都得铺点黄瓜，啊，又清脆又爽口，特别解腻。哈哈，盆干碗净，全是辣油。